西云来，赵让，赵让，让着点，赵让可以扣篮的嘛？听说，他们这运球快慢不重要。其实这个游戏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传球命中率决定一切。 第一个球只要进了，后面就快。对，这边浪费时间也很多。哎，哎呀，差一点！漂亮，出手很快啊！漂亮，nice，很准啊，赵赵。这玩意儿要求不高，赢他。 哎呦！慢点，你扣篮呢，哥。佳一来搞笑的时候，你佳一不用着急。干啥？让一下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他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碰他不行，碰他。等一会儿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别了，别了，别了，待会儿容易输了。哎呦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 别着急，最后一名是淘汰的，更稳一点。对，哎，你俩是一个队的啊。互帮互助啊，一个队的。你投我给你捡了，投高一点，弧线高一点。前几个投不进，再也投不进，然后心态越来越崩。哎，可能还是自己实力不够吧，投到后面就已经心态崩了。